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图形以及周期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来介绍的是 tangent 跟 cotangent 的图形。我们来看一下 tangent 的图形。tangent 的图形的话呢，它的话呢是在靠近的是二分之派的地方，我们发现它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渐近线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把这线拉出来看一下。哦，看到看得很清楚了。 这个 tangent 的话呢，y 等于 tangent x 的话呢，limit x 趋近于二分之派的左极限的话呢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发现它会变成了无限大。那么如果说的话呢，它是在二分之派的右极限。 我们发现的话呢，从这边靠近哦，它会变成了负无限大。那它这个图形的话呢，我们来介绍它的周期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用这黄色的线来分割了以后，我们发现的话呢，它的话呢是这一段，也就是所谓的拍。这个的话呢，负二分之拍到二分之拍，它的话呢周期的话呢是拍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它的周期的话呢是拍。那类似的情况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 cotangent 的地方来发现。来，我们来看看 cotangent 的图形。cotangent 的话呢，跟 tangent 很像，它的话呢是由负无限大，它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减函数，减函数。来，我们把线的话呢拉出来看，就会非常明显了。 它的周期是每零到拍拍的倍数，它都会做一次的一模一样的出现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的话呢，cotangent 的图形的话呢，跟 tangent 的图形的话呢，非常非常的类似的。它的话呢，周期通通都是拍，那我们大概的话呢，就介绍到这边。